啊？你不会以为这驾驶飞机是放口袋里压坏了吗？那你就大错特错了。先来看看飞行效果，超简单折法的一架纸飞机，经过简单的处理就能飞速旋转的飞出几十米。想了解怎么处理的，看视频最后一步的操作手法，快去试试吧。